今天啊，妞妞啊，中午不能回来，我呢赶紧去下面找一个透朗的辣椒，我想搞一个辣椒菜，让自己啊过一下瘾。要么这么些天啊，被辣椒坑死了，没得一次过瘾的。我呢比较怕冷，很少出来啊，这一次是应该是第三次出来一下。外面的空气啊。还是有一点点，但是这两天温度还是升高了。哎呀，买一点菜。哎，老板，有那个挺辣的辣椒吗？辣妹子。辣妹子有。这俩是哪一种？哦，这个啊，拿个袋子我买一点。那写这个很辣的，这种才过瘾。东北的辣妹子就是挺辣的了啊！你这个小玩意儿，哎呦，哎呀，呀，小琪琪啊，哎呦，小琪琪啊，哎呦，好乖哟、哦！嘿，啊，不给玩了，哎呀呀呀，别撒娇了，听话。哎呦，哭了，谁打你了？啊，不哭不哭，你干嘛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做什么饭了啊？一个人，不过还有一个七七呀、啊。七七不吃饭，你吃狗粮。我们家的米酒是吃饭的啊，头狗一般都是吃饭。多一点点，一二十个够了。哟，他买姜了。这个唯一要切的就是这个和这个啊，这个简单菜，你让自己啊吃得过瘾，搞点姜啊，香一点啊。他一个人在这里都不买这个姜的，看到我来了，马上买一点姜，知道我爱吃姜。还挺细心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要这样的，别的东西啊，我们都不要了啊。哎呀，把油圈倒了，还少了呢。来，太香了，这是哪个鸡的？今天可要过瘾喽！这个给它切断了，来让熟啊。这个要把这个钩子啊切断，哼，那就亏大了。不像我们家的大铁锅，一点点的水，在这里搓一下，把它水锅锅的，这是我的爆辣椒。哎，放点盐，再来一点这个味精，还有这一点葱，
完美出锅，几分钟去炒好。开菜呢，这里啊放一点这个小虾啊，直接拌起来就行了，不盖的。再把这个干嘛呢？搞个辣椒盖饭。哇哇！哎，缺搞了，留住干嘛？早知道就不用用盘子装了，洗个碗。太饿了，好过瘾啊。说太急了，给你一个喝一下。东北的辣妹子，我就是辣不怕。自从有了这个辣椒，我们湖南人啊，这个米饭不知道费了多少。太美了。辣疯了，饮料。这个饮食过了，马上去漱口。
没搞到哪位，现在这个老大嗡就叫，但是呢他也激发力了，看米饭呼呼噜的。我说了，自从有这个辣椒以后，我们湖南人不知道费了多少大米。好了，收口去了啊。